我由8個月大開始就有濕疹嘅啦。咁以前咧都係主要用坊間嘅護膚品啦，同埋睇西醫去治療嗰個濕疹，但係個功效都唔係咁好。咁直至到幾年前咧，我哋認識咗手工皂同埋天然護膚品咧，就開始自己研究點樣去做啦。2014年嘅時候咧，我哋就決定做一個母女檔 Naturally Youthy。咁咧呢個嘅潤膚乳咧就冇任何中藥成分，咁但係因為咧佢嗰個成分都比較天然啲啦，咁所以無論係 BB 啊、孕婦啊、敏感皮膚嘅朋友咧都可以用嘅。Body lotion 咧就係加入咗天然抗菌劑嘅，咁所以咧個保存期大概2個月左右就要用曬佢。